朝鲜宣布已经成功的将核武器缩小，可以安装在弹道导弹上发射。朝鲜呢也声称在武器研发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无论是中短程或远程导弹都能够达到最高的准确度。今天的晚间新闻，也欢迎大家下载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应用程序。八频道的下段新闻是明天早上9点的晨光第一线，请记得锁定。我是王征，我是海杰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晚安。